Thank you.
不过我们到家里才会知道，这个到家里的时候，这个机械是多少？家里的时候算的，我们要穿过这个另一面，然后就是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举起右手，然后穿过这个另一面的时候，我们举的还是右手。那么这个原理是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说，当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可能结果不一样，但是并不影响这事物它本身的一个真实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事物的本质并不是因为人的意识而发生改变。就是说，是不是这样？当我们换个角度，假设我们站在另外角度去看的话，其实我们指的就是一个右手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我们只是看待的角度不一样，对待一件事情，我们看的角度不一样，结果不一样，但是并不影响它个体本身那个真实存在，是不是？好，对，这是正的，正的，就是两面传音镜，对，两面镜子的。加一的话，加一两个传音镜，加一的话，我懂，对，加一的话，走到那，经过那个音传音镜，我的加一是穿就是传音，但是这边它是两面传音镜。谢谢同学，对，两个传音的这，那假如我只是右手，那么我穿到这个镜子另一面，穿到另一面的时候，那等于说你一下走过来了，他是，你对着这一面的左是右手，然后你右手再反一下，对，他可是他正过来，正过来，对，就说这样的话是右手，对，然后这边走到左边转过来，但是你是这样过来就这样的。对，家里就反了这儿，对，家里反了，家里对，家里是一面镜子，家里是一面镜子。你明白了吗？就是你先一看这个，你这个是。所以它还是那个镜面。啊。来命令这些叫翰林学士还有国立大学这些学者呢，两千一百六十九人的学者来编撰的这本《永乐大典》，它同时它是一本叫工具类书，那么它是作为一种工具书、百科全书的，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内容是包罗万象，就是一种非常庞大的一些知识体系，包括一些天文啊、地理啊，还有医学，还有雕塑啊，哦，不是。就是建筑、雕刻，还有一些医学、算卦什么的。那么它是一种工具类书。什么叫类书呢？就是说，我们把所有的内容把它进行摘录，就是这包罗万象内容把它摘录，最后进行一个整理和归纳，然后进行一个分门别类。那么首先，我们这个是《永乐大典》，刚说了，它是一个迄今为止是最大规模的。那么它的全书呢，有一个11095册和22877卷，那么全书有3.7亿字。那么我刚刚说的是11095册和22877卷，那么这个册和卷有什么关系呢？它是绝大部分的一册呢分成两卷，有极少部分的一册分成单卷或是三卷。那么刚才说的是因为它是分门别类，是一个工具类书，我们把这些内容。那么这些内容呢，一部分它的收集是来，一部分是来自皇家的典藏，还有一部分是来自民间的一些收集。那么它是工具类书，那么最后的进行一个分门别类的。刚才我说的是11095册，也就是说，从第几册到第几册，这部分内容是工业方面的；再从第几册到第几册，就是一个建筑方面的；再从第几册到第几册，就是医学方面的。那么我们看到，那么如果假如说我们现在要讲的音乐把这第几册到第几册，因为它都是有这个在这个封面上都会有标注的，那么如何在这些音乐的一些知识体系中
快速找到我所要的内容呢，我们的需要一个简写。那么我们的叫新华字典，我们用的是一个是叫拼音检索，还有一个叫做是编号助手检索。但是我们在有的大学呢，你看到是用复数检索。我们这里看到一个用字，对，我们就是最后呢，比如说我们把这一册，它就是叫做是一册。那么把这一册内容，比如说这是一个音乐的内容，我们去检索到，快速检索到关于用字等于它的内容来记录。假如说我们在翻几页，我们就是另外一个用字，然后再翻几页，我们是另外一个用字。就说我们把所有的音乐内容它拿过来，因为它音乐也是由几册到几册，然后快速要找到我想要的内容呢，就通过一个字库进行对。那么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是，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有红笔标注。那么红笔标注这部分呢，有一个是关于这个是我加入这个内容，就说我这个内容是来源于哪个因为它可能是先，因为它可能是先定出来，然后说你说是哪一个。Thank you.